Panasonic NanoCare 吹风机全新的新色超 Oshalay， 它的效果实在太好，使用四周皮肤的水分提升 70%， 哎，护发神器现在更变成了你的护肤神器，怎么办呢？不买它不行。欢迎回来凯文想的美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 Kevin 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 Panasonic Beauty Omide Sando表三道旗舰店，这个场景呢是什么？因为感觉好像画廊，好像艺廊，对不对？其实在我身后呢是 Panasonic 他们非常有名的吹风机的发展历史，哎，从第一支吹风机1937年开始，一直到2022年全新形态的吹风机。1937年到2022年多少年啊？80几年，快90年的时间呢。Panasonic 透过他们创新的这个中心理念，不断的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。这次呢，我来到 Panasonic Beauty Omide Sando 表参道旗舰店呢，我发现我最喜欢的那一支吹风机居然有新色，而且那个颜色超 Oshalay 的。我带你们去看看，走。你看是不是好漂亮的 Panasonic 吹风机？在2022年全新改型的这个吹风机呢，在今年他们发布了一个全新的新色，而且呢用全新的概念，再加上进一步对于我们的皮肤头发有好处的证明，让 Panasonic 的这一支吹风机会让你觉得你不买它不行啊。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新色，好漂亮啊，它带了一点点大自然的那种干燥的石头，或者是有一点那种沙子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它全部外层的涂料都是用环保的植物的涂料，更别说了，这个是你刚才看到这三支吹风机它们原本的包装，但是你看它用的是有环保概念的再生纸，现在非常流行越来越简约，然后越来越有环保再生概念的这种包装。 Panasonic 作为有创造性的领先的一个品牌，当然在这个部分也不落人后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我有跟大家科普过 NanoE 发射器，它可以把空气里面的水分集中之后呢把它散出来，而且除了有冷热交替风、热风，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就是 Skin 护肤的模式。护肤模式它会是冷风，然后大量的把 NanoE 的发射器当中的这个水分送到我们的皮肤。根据实验证明，这一台连续使用四周作为护肤效果的话呢，你的皮肤的水分的含量会大幅度的提升70%，哎，70%，哎，你敷完脸，你的皮肤都不会有这么多水分的提升，哎，所以呢NanoCare 吹风机它不但是你的美发神器，你的护发神器现在更变成了你的护肤神器。这个 NanoE 发射器呢，它可以产生18倍的这个水分，吹完头发之后，它会让你的头发增加1.9倍的水分。现在你的脸可以透过它的护肤模式提高70%的水分含量，又加上这么美、这么 Oshalay 的外形，怎么办呢？你要选择哪一个颜色呢？你们赶快许愿吧，说不定你也可以拥有哦。这样像不像烫头发？这是冷烫还是热烫？不是都会有一个大风罩吗？这个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这上面呢有8台 NanoCare 吹风机。这一个机器为了要证明30秒里面透过 NanoCare 吹风机它强大的水分的输送，它强大的这个风力顺发的效果，在30秒里面可以让你的发质、让你的头发有惊人的改造。我们来找一个人直接试试看，他凌乱的头发会不会立刻变柔顺。只要30秒，哎，你的头发就会从原本的毛躁立刻变成乖乖的很听话，你的头发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水分。真的好想家里面拥有这一台，每天要出门之前就站在那边呼，哎，会不会有salon就直接引进这个？哎，8台吹风机，电费哦可能会比较贵一点，可是它的效果实在太好了。没有关系，你回家呢自己可以用 Panasonic 的 NanoCare 吹风机，每一天就可以让你的头发这样子没有负担的越来越漂亮。Panasonic NanoCare 吹风机呢，它不但是一台美发也是护肤的产品之外呢，最重要的是为了要符合大家的使用需求，他们还透过了不同的集风口
来帮助你达到快速的吹干，或者是平常有造型时候的疾风口，非常美的外形，真的非常时尚的外形。更重要的是啊，其实现在因为日晒的关系或者是环境的变化，有些时候我们头皮的水分可能会过于干燥，导致你的头皮会有干痒。透过了 Panasonic 的 NanoCare 吹风机，其实我们在吹干头发的时候呢，不会过度的把你的头皮的水分吹干，也可以帮助你的头皮达到更健康的状态。所以Panasonic 一直可以通过我这个处女座挑剔的个性，严格的挑选这一关，我把它推荐给大家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过来试用。那当然在日本可以买到很多日本限定的颜色或者是产品，下次你来日本旅游的时候，不妨能够逛逛所有 Panasonic 美容家电的这个柜台，或者是直接到 Panasonic Beauty Omide Sando 表参道的旗舰店。当然最重要的是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不要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设定全部提醒，记得哦，许愿说不定你也可以得到它。凯文小妹妹，我们下一次更多新的讯息再见。